这俗话说，狗急了跳墙，兔子急了咬人的，做人最好留一线，以防今后累盒饭。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惊悚片《复仇者之死》。警员狗剩的老婆扛着大肚子买完菜刚回到家，就被铁锤嘁哩喀喳给杀了。狗剩下班之后刚进屋，就被守株待兔的铁锤勒住了脖子。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虽然狗剩明确表示不行不行，但最终还是没能拗过铁锤啊。几天后，经群众举报，警方从河里打捞出一个散发着恶臭的塑料袋。豪哥打开塑料袋，在里边发现了狗剩的证件。随后，豪哥带着手下来到了狗剩家，看到狗剩的老婆已经死了好几天了。老警察王德白刚把怀孕的老婆接回家，就遭到了铁锤的袭击。王德白不甘心束手就擒的，企图打电话通知豪哥等人，但不幸被铁锤把电话给挂断了。等豪哥带着人赶到的时候，王德白和他老婆全都被杀了。豪哥一看这凶手居然比僵尸还残忍，肺都气炸了，马上命人封锁了所有的道路。铁锤坐着车准备出城的时候，不幸被豪哥给发现了。铁锤一看大事不好，撒子就跑。豪哥等人在后面撅着腚狂追，最后终于把铁锤给活捉了。审讯铁锤的工作进行得非常不顺利，铁锤完全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抱定了你们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的想法，一直在负隅顽抗。虽然豪哥也给铁锤动了大心，但依然撬不开铁锤的嘴啊。两名警察及其家眷被杀和铁锤被抓的新闻很快就上了电视。已经怀孕好几个月的空姐看完新闻之后啊，首先把她和铁锤的合影给烧了，然后给警方打了一报案电话，接着就为自己做了人工流产。警方通过电话很快定位了空姐家的位置，然后把空姐及时送到了医院。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铁锤为什么要杀警察？空姐又为什么要对自己下毒手呢？这事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。以前空姐一直和奶奶相依为命，虽然空姐的脑子不太灵光，但由于长得有几分姿色，被卖包子的铁锤给相中了。对铁锤来说，空姐绝对是自己的梦中女神的。他知道空姐的脑子不太够用，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，铁锤都密切关注着空姐的一举一动，生怕空姐哪天被坏人给骗走了。空姐的奶奶虽然嘴比较损，但属于刀子嘴豆腐心，表面上整天骂铁锤，其实对铁锤还是很关心的。本来大家这日子过得挺风平浪静的，但天有不测风云呢，突然有那么一天，空姐的奶奶不打招呼就驾鹤西游了。对空姐这个不能自己照顾自己的弱智来说，唯一的去处就是福利院，但福利院的条件太差，比监狱强不了多少，而且工作人员一个个如狼似虎，态度也不好。一直牵挂着空姐的铁锤睡不着，趁着月黑风高就把空姐给救出来。铁锤是一个很浪漫的男人，大半夜的为空姐搞了很多华而不实的玩意儿。到了后半夜，空姐强烈要求回家，可由于奶奶死得不明不白，她家目前还处在被警察封禁的状态，根本就进不去。住在空姐家对面的小姐冬梅是个热心肠，主动把空姐请到了自己家。由于冬梅的工作性质是昼伏夜出，因此不等空姐洗完澡就拎着包出门拉业务了。而铁锤则趁这个功夫了，跑回铺子里去给空姐蒸包子了。警察鸡贼叔经过铁锤的铺子，买了罐啤酒之后，便来到了小姐冬梅家。喝得醉醺醺的鸡贼叔以为空姐跟冬梅是同行的，于是一个恶狗扑食就打算蛮干。就在这关键的时候，铁锤及时赶到了，上去叮了咣当就把鸡贼叔给揍蒙圈了。随后，铁锤带着空姐到警察局报案。豪哥和小胡子正在给铁锤和空姐做笔录的时候，鸡贼叔回来。鸡贼叔可是老刑警了，豪哥这帮人全是他的晚辈，而且都受过他的照顾。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就可想而知，铁锤被揍的是鼻青脸肿，人事不行，而空姐则被鸡贼叔、王德白和狗剩给侵犯了。只有豪哥和小胡子还算有人性，虽然也助纣为虐，但是没有动空姐。事后鸡贼叔等人闲聊的时候，豪哥接了一电话，才知道空姐根本就不是小姐。这下屋里的人全都不吭气儿。鸡贼叔说：“沉住气啊，这女孩脑子不太灵光，她说的话不会有人信。”在鸡贼叔的策划下，这帮人开始往铁锤身上泼脏水了。最终铁锤被判了6个月的有期徒刑。6个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。当铁锤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，发现空姐已经怀孕了。空姐傻乎乎的啥也不知道，但铁锤能不糟心吗？于是便把欺负过空姐的狗剩和王德白都给杀了。由于鸡贼叔已经辞职不干了，铁锤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人，因此鸡贼叔暂时躲过了一劫。虽然豪哥知道铁锤这么做就是为了复仇，但这事他也没法说呀。加上也找不到铁锤杀人的证据，因此铁锤很快就被释放。被暂时停职的豪哥知道铁锤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于是急忙给鸡贼叔打了个电话。铁锤被放出来之后啊，乔装打扮成医生来到了医院，把正在接受治疗的空姐给弄出去。当豪哥来到医院，发现守卫还热乎着，就意识到铁锤刚刚离开，于是急忙下楼去追啊。在跟踪铁锤的途中，豪哥给小胡子打了一电话，让小胡子在半路上截杀铁锤。可此时的铁锤已经开挂了，嘁哩喀喳就把小胡子给杀了。豪哥赶到之后，两个人在旷野里掐了起来。考虑到铁锤3年后还要指导自己主演的那部叫僵尸的影片，因此豪哥没敢下死手。可铁锤不管那些个，趁着豪哥走神的时候，上去就把豪哥给揍蒙圈了。第二天那一早，当鸡贼叔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发现空姐居然还在救护车里。恼羞成怒的鸡贼叔首先干掉了空姐，然后来到野地里，冲着铁锤叮了咣当就开了枪。不过在关键的时候，鸡贼叔的枪居然出了故障，
这可能就是天意啊。于是鸡贼叔便放了铁锤嘛。五年后，鸡贼叔摇身一变，已经成了一家心灵康复院的院长，整天给别人灌心灵鸡汤，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。也许这哥们儿是真的大彻大悟悔过了，也许是真的想做一个好人。但不管他怎么想，对铁锤来说，鸡贼叔必须死。看了鸡贼叔在电视上的访谈，铁锤拿着枪来到了康复院。鸡贼叔说：“老弟啊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看咱俩的事儿就拉他们倒。我都放下了，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？”铁锤一听这么不要脸的话，鸡贼叔都说得出来，可气得不轻啊！咣咣几枪就让鸡贼叔领了盒饭。康复院的这帮孩子们一看可不干了，其中一群孩子突然给铁锤来了一冷风，其他孩子一看，呼啦啦就把铁锤给包围了。咱也不知道这鸡贼叔平时都给这帮孩子灌输了什么，一个个都凶残无比啊！最后熊孩子开枪把铁锤给杀了。看完这整部影片，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压惊吧。做人必须有底线，坏事坚决不能干，违法乱纪相互来，阎王请你吃盒饭。